我们的心灵的世界很复杂，因为有迷惑的系统，在这个迷惑的系统里边，讲声闻成佛教，讲六识，大乘佛法呢，讲到八个识，八识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还有莫拿识、阿拉耶识。莫拿识呢，就是它是产生我执，我执，我们的自我的感觉的产生，它的这个源泉基础，就是根源于莫拿识。然后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呢，它是储藏着我们无尽轮回中的所有的信息，就像这个一个大硬盘，生命的大硬盘，所有的资料啊都存在里边。其实阿赖耶识它也是有两个部分的，一个是智慧的部分，一个是识的部分。这个识的这一部分呢，其实是跟无明是有关系的，跟这个无始无明。然后因为无始无明，就会产生即生我执，无明我执贪嗔痴，这是我们生命轮回的最重要的元素。那无明，这个是代表着轮回的一面。那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面，那就是明，明，明性，明和无明，这是我们生命最关键的分歧点。我们看一看我们房间里面的开关哈，这个你看这个房间一片漆黑呀，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按一下开关，要按一下开关，一下子这个房间就是一片光明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开关往这边掰，其实同样一个开关哈，你看就是一个开关，你往这边掰的时候是一片光明，你往这边掰的时候是一片黑暗，对吧？
那么一片黑暗，其实这就是轮回的开始。一片光明，这就是觉醒解脱的开始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讲到佛菩萨，讲到轮回，哇，感觉很复杂哦。但是从根本上来说，从它的根本的分歧点，其实并没有这么复杂，并没有这么复杂。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关的问题，就是把我们的心调到这个明的这个地方，还是调到无明的地方。比如说我们平时都是在不知不觉，我们的心都是在不知不觉，那这个就是一种无明的状态。那无明，以这个无明作为土壤，那它就会成为轮回，成为贪嗔痴滋长的一个土壤。那轮回，这个轮回在这里边就有广阔的天地。那从这个无明到明，这个跨越度到底有多大？到底有多大？其实没有多大，就是我们现在禅修，就是训练我们内心的这种觉察力。觉察力呢，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一种明的作用。当我们的心进入到一种觉察，一种内观观照觉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开关已经按到这边了，就按到这边了。如果我们的内心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觉察力，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觉察清明，就是对自己的念头的一种觉察，或者对自己本心的一种觉察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进入到无明的状态。无明的状态就是我们看不清楚自己的念头，我们也看不清，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认识自己的本心，我们就会进入到念头的这个串戏里边去。然后就会念头攀缘念头，念头攀缘念头，就进入到一种念头的这个轮回状态，念头的轮回状态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通过禅修专注的训练，让我们的心静下来，那我们开始，我们有能力去觉察我们的每一个动作，其实就是代表着身体的动作。然后再进一步，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我们身上的每一种感觉，少苦少乐少。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，脚踩在大地的感觉，脚移动的感觉，脚落地的感觉，清清楚楚地看到。然后我们内心产生各种心理活动，我们分心了，我们知道自己分心了。我们的内心没有妄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内心没有妄想，内心在一个空白的状态，我们知道自己在空白的状态。那这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心，当我们的心在这种清明的状态的时候，我们对一切就能够保有一种了了明知，了了明知，带着这一份了了的明知，所有的念头，
当下都能够回归到觉性中，当下在这个觉知中，这些念头啊，它都会化解掉，都会化解掉。所以我们说这个禅修好像不复杂，就是一个开关的问题。这个开关呢，也正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关键点。当然那我们大家说啊，那我就做这个开关的事情就好了，别的都不要做行不行啊？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关键的这一点要做好，我们需要有三级修学来支撑。哎，光有三级修学来支撑，没有抓不住这个关键这一点，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不得要领。你这个功夫用不到点子上，最后你还是没有力量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修学呢是有系统性，但是我们有系统、有次第、有基础，但是我们还要知道关键。所以这个关键和基础、顿悟和渐修，这都是不可或缺的。